任宇瑶，是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的一八级的研究生。我的游戏作品是《梦蝶》，是一款水墨风的汉字解谜游戏，它是通过汉字的字形结构拆解与重组进行解谜操作。游戏的关卡中有一个石头，还有一个士兵，那么我们可以获取这个石头，然后也可以获取这个士兵，就会得到一个十字和一个足字。玩家通过组合十字和足字可以得到一个碎字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碎字拖到游戏中的一个障碍物上，这个障碍物就会碎裂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关卡。那现在这个游戏呢，已经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可，然后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反响，入选了2019年 Game Daily 的参展游戏，腾讯高校游戏大赛 BICC 中英国际大赛中国赛区的头奖等一系列的奖项，获得了高江资本200万的融资，获得了一个创业的机会，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汉字，不要忘记我们写字的初衷，所以有了现在这款游戏。李瑶同学这次的毕业创作做得非常好，有中国美院的风格，而且得到了很多的社会的认可、专业的认可，这个作品做得还是非常有我们网游戏的风范。我们需要有一种国家的责任感、社会的责任感，希望通过游戏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